争锋用笔勾眼睛，再干笔扫，花青加藤黄橙汁，绿色画外形。天足，画足要注意提案前大后小，莫勾出羽翼，要注意排列布局，用线要挺拔有力流畅。前赤石后面的虚而浅，浓墨勾触虚，起笔迟钝一下，把笔倒下来皴身体上的黑斑，再加强足部，用赭石提亮翅膀，然后用淡赭石和藤黄皴出透明度。您学会了吗？咱们。